哈哈，发现了叠罗汉的海五星，但是我要如实的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刚刚摆的，看一下啊，多么的漂亮，多么的漂亮！看看，这是它的触角，它是活的啊，它在水里是可以爬的，用这些触角在水里爬的啊，看看，多么的可爱！好吧，今天的收获不少啊，今天退大潮嘛，然后下来以后就发现了好多的海星，刚刚我把它叠起来的啊，小伙伴们就不要说我是自埋自挖了啊，好的。喜欢我视频的给主播点个赞，好吧，点赞加个关注，感谢大家。